为了要介绍本土前的嘉宾，让更多人认识，该馆长王章良带团队，佮嘉宾从北上进行宣传，一只现场制作抽奖嘉宾，和民众品尝，希望会当将在地好滋味，让更多人知影传递嘉宾的秘密。该馆长王章良提着现磨的咖啡粉，倒入去红石碑当中，对着师傅操作。等待一挂时间，阿里山知名咖啡农所栽一个冠军咖啡，就呈现伫眼前，予人一嘴接一嘴停袂落来。要喝好咖啡，就要挑阿里山系的咖啡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多多选过，那因为它是精品咖啡，量也不是很大。咖啡的产气，全世界都在缺咖啡的时候，台湾因为这块宝岛，我们的咖啡的损伤并不大，没有国外来的那么严重，所以而且品质都维持得非常棒。介绍阿里山的咖啡，在这几年推广下来，得到海内外人士一直推荐，多办理一系列非常佳意的活动以外，今仔日空历史台湾的外杯咖啡国际锦标得到十五个奖项，佮30个总统奖，率领咖啡农北上宣传，加上限量抽奖咖啡，让民众免费品尝。尤其过年的时候，送一杯咖啡给好朋友分享，他会非常喜欢，因为现在很多人早上一出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。介绍阿里山的咖啡虽然产量无大，不过拥有超过200斤的咖啡庄园，多元风味佮优质新鲜率是上大的特色。馆长希望佮较侪人会当感受到来自山地文化低温，所以咖啡的香气传递到每一个所在。记者曹登华台北报道。